特。九月去北京旅游最好。Lesson 1. September is the best time to visit Beijing. 一, 听力。1. Listening. 第一部分。Part 1.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Questions 1 to 5.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一下午他要踢足球。下午他要踢足球。二妈妈买了几件新衣服。妈妈买了几件新衣服。三他的眼睛很漂亮。他的眼睛很漂亮。四，我们去买一个新的桌子吧。我们去买一个新的桌子吧。五，王小姐最喜欢运动。王小姐最喜欢运动。第二部分。Part 2。第六到十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Questions 6 to 10.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我最喜欢踢足球。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六你想喝点什么?我想喝茶。六。你想喝点什么?我想喝茶。七。我们下午一起去运动吧。好啊。我最喜欢跑步了。七，我们下午一起去运动吧。好啊，我最喜欢跑步了。八，你几点能回来？七点多。不会太晚。八，你几点能回来？七点多，不会太晚。九，你的猫多大了？一岁多。九，你的猫多大了？一岁多。
十，什么时候去北京旅游最好？九月和十月，北京天气最好。你九月去吧。十，什么时候去北京旅游最好？九月和十月，北京天气最好。你九月去吧。第三部分 Part 3 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Questions 11 to 15.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 Example 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小王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What color is 小王's cup? 十一，你觉得什么时候去北京旅游最好？我觉得九月去最好。几月去北京旅游最好？十一，你觉得什么时候去北京旅游最好？我觉得九月去最好。几月去北京旅游最好？十二，你喜欢上海吗？上海冬天太冷了，我不喜欢。男的为什么不喜欢上海？十二，你喜欢上海吗？上海冬天太冷了，我不喜欢。男的为什么不喜欢上海？十三，我要去商店，你去吗？我也去，我要买几个新椅子。男的要买什么？十三，我要去商店，你去吗？我也去，我要买几个新椅子。男的要买什么？十四，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多大了？十四岁了。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多大了？十四，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多大了？十四岁了。王医生的女儿今年多大了？十五，我觉得这个杯子很漂亮。你也很喜欢。这是我在北京买的。女的觉得什么很漂亮？十五，
我觉得这个杯子很漂亮。你也很喜欢。这是我在北京买的。女的觉得什么很漂亮？